咪就係傳說中個咩咩上古嘅 key， 哦，做那個動漫的衝刺 effect 上去。车的开场白，今天是一个百年难得一见的日子，因为今天我要加粗。对我煮的东西有没有信心？酱油，有。大声一点，有。所以因为今天的情人节呢，就是在年初三嘛，这样年初三当然是陪家人过啦，所以我们就决定提早庆祝。像是之前的情人节，我们就是可能就跨州啊，可能就出国啊，或者是住 Airbnb 啊。但是今年因为 COVID 的关系，就想到可能健康比较重要，我们就还是在家里面过一下，就小小的仪式感就好了。讨论一下我们要吃什么。你不是讲说你已经想到要买什么了吗？今晚情人节大餐啊，所以我们就煮西餐耶。我们煮一个鸡，煮几个菜，然后我们煮一个蔬菜哦。喂，你不要跟我讲是包装鸡好吗？你要干崩鸡还是要老母鸡？老母鸡是拿来煲汤的嘛。所以是干崩鸡啊？好像会一样哦。你是干公鸡还是老母鸡？这个老母鸡啊，小点，这个是安迪教的。他讲，如果不要吃完整个的话，中间可以拿去煲汤，然后那个盖杯去吃。但是我是整个吃的，所以我选小个一点。因为今晚做天妇罗，然后我家里面有羊角豆，有金针菇了，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矮瓜。妈咪讲没有烂就可以了。那其实我觉得差不多啊。我自己选，我煮的。所以你要选菜都自己来选。这个没有。OK 啊。两粒够吗？够了。够了。天妇罗是用什么粉的？现在上网问谷歌。天妇罗一般有小麦粉、淀粉、蛋黄粉，用的是低筋面粉，真的吗？低筋面粉是什么面粉啊？就是低筋的面粉。低筋的。跟我的就对了，应该是真的可以的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Cornstarch， 然后你先点 Cornstarch， 然后点鸡蛋，然后再点 breadcrumb。哇、哦，好像可以这样哦。Breadcrumb， 对。谢谢老板。68块罢了哎，很省钱呢，我们。大把哎。很省钱呢。拍完了，现在我们就回去吃个午餐，然后我们就开始准备煮了，开始要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哎，各位观众，今天我要做的东西是三道菜，因为今天是情人节的大餐嘛，所以我要做三色的。所以三道，第一个就是烤全鸡，第二个就是蔬菜天妇罗，这是三道，第三个就是 bacon 包 mashed potato。哎，这个我有兴趣。我要先腌鸡的， okay. 要marinate起码都要半个钟嘛，第一个做。都几重手噶喎，很多啊 ，OK 啦，可以啊，还有我要放一点 olive oil， 嗯，差不多 ，OK， 你要看好像很美啊，帮你拍一个，特写的，好像很可以哦，这是这个味道，有什么味道的，你最后还可以下个来焖下去的吗？是不是？可以吗？这样子 ，OK 哦，可以的。我反而很有兴趣的知道你的 video 出去之后，你下面的 comment 有多少人想阻止你下次聊这个时候。喂，那个颜色很可以耶。对啊，我们现在又不是玩 coloring。就是起码我们迈向 number one。哇，得啊喂，得啊。等下我们 marinate 大概可能半个钟。你知道我有点像什么吗？对呢。Vacuum robot。一有肮脏我就准备出动了。有的，就是你酱料你可以用涂完的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倒进去，倒进去里面呢。我不咬啊，这个鸡现在。然后你不要伸手进去，它马上塞一下里面。我不敢伸进去。这样你就拿汤匙塞进去。哎哎哎！你可以直接去煮了，它软了之后，你用手一扒就扒掉了。OK， 我们煮给它软了，我们过后扒皮，然后现在就准备培根。
准备好了。所以就是做这种才简单啊，不然做太难了，我那一步就。可以准备一个盘子啊，不然你要摊开去哪里？我们在等这个 bacon 跟 mashed potato 的时候，我们就切水果，准备那个蔬菜天妇罗。OK 哦。我想问你，你有自己做过的吗？有 test 过的吗？没有。是你是拿我来 test？ 我平时都没有煮饭的。哎，其实我 OK 的，我觉得我不用人教。这个。小心看手啊。这个不是我认识的 IY。打蛋下去。不要打倒一蛋。不要打倒一蛋。哎呦，这个手势睇起嚟都几唔专业嘅。哎，我问你，你怕那个碗痛啊，还是你怕那个蛋痛？小小力不能啊，用力。Oh my god， 蛋了，煮过龙了。这样子真的比较容易爆皮，我都直接整个出来了。它已经被扒落下来了。真的哦，你煮不烫吗？烫啊。做给你。哇 ，OK， 各位，现在已经是晚上7点钟了，还没有做好。我觉得9点半吃到就头谢了。因为全部都是 air fry。OK， 现在我们就放 butter， 放盐，然后还有放 whipped cream。对，你还可以这样子去碾啊。体育节目来了，要考体力活了。不是啊，就是 marinate 自己，现在要准备放进去空气炸锅了。我跟你讲，我真是一个很讨厌炸东西的，因为炸东西我那个油会喷上来的。但是用了 air fryer 就不会了，因为 air fryer 是不用油的，又健康又快，又不会弄浓。这个呢就是小月亮 One Moon 的 OFF 空气炸锅，全白色的外形，很干净，很时尚的 feel， 容量也是比较大的，3.5L， 可以装一整只鸡。我跟你讲，这个东西 very 的高科技 ，touch screen 的，你看，它里面呢其实就是有很多种模式，就已经设定好了的，比如说肉啊、虾啊、蛋糕啊、鸡肉啊，还有鱼啊、海鲜啊等等，里面就 set 好了，就是哎，比如说海鲜的话，就要多少温度、多少时间，所以我们现在就烤鸡嘛，我们就跟住它，它讲多少温度，我就多少温度，200度20分钟。准备我的培根了，我跟你讲，空气炸锅真的是超方便，因为我只要按了，我就去可以做我自己喜欢的东西，然后你去看书，你去运动什么都可以，我就接下来准备一些食材呗。很可以哦，很可以哦，这个颜色一流，我跟你讲一流，真的，哇，金黄金黄的哎，拿出来，可以不可以 work 嘛？握嘛握嘛，看一下。伊拉美在群雪中，哥妹妹胸部给起，哦，做那个动漫的冲刺仪翻上去。哇，这里很完美耶，最美是这一粒耶，一定是我做。不可能啊，看手工这样美，一定是我的手啦。我这里看好像烧包。可恩，什么烧包？像芙蓉绣包而已。很美耶，很美耶，等下我们切开就美了。Air fryer tempura。如果有什么问题，一定是那个 recipe 叫的错。它可以放四个人的容量。四个人的容。各位，我现在是完全是油头满面，煮饭太辛苦了。你才知道啊。啊，就算不好吃，你也是要讲好吃。就要老实的讲不好吃。你等下表情管理一下。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子的 tempura。都不懂得它，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。我都不懂得它，从来都没有炸过这样的样子。出来卷啊卷啊！真的，这个也要转？要，都我来啊！真是看不下去。转啊！哇，差一点点。千辛万苦，我们终于成功煮好了。啊，很辛苦啊！慰劳你，我们今天
放手。耶！情人节要有红酒，好像是这样子，就算在家也要好像是这样。仪式感是不是？今天的这个主办大行动，我觉得应该是蛮成功的啦。很厉害，你看多么的捧场，求生率多么的高。因为我还没有吃的。哦，熟悉的啦。哇，你看那个鸡肉。哇，得汁的哦。我觉得很好吃哎，有味道啊！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再腌久一点啊，如果你能够腌一个三四个钟的话，我觉得味道会更好。但是好吃吗 ？OK。十分给多少分？六七分呢？哦，哎，第一次算是这样子哦，是不是的？你要有进步空间的嘛。我觉得好吃，这个是我们的重头戏，因为是保证100%不 fail 了。一样美的，来吃一二三。很可以，是不是这个做法？而且它不是很干的，它不会干的哦。它没有干干啊。嗯哦。它油水很够哎，所以做法就简单了。嗯。人都做得到啊，你们有。好，接下来到我们的地狱料理。这个是什么菜色？这是天妇罗。天妇罗的酱呢？Apple 加蔬菜很好吃。就原来它很脆。而且就是淡淡的那种菜香味吧，就揣一口天妇罗，一口鸡肉，我感觉全部东西要丢进去空气炸锅里面都会变好吃。那这一台这个 One Moon OA 5的空气炸锅啦，它真的价钱不会贵，只要153块。8号到10号这三天是这个价钱吧，过后它就会变回原价。它又美又方便，重点还不贵耶。然后它的那个 link 我会放在 caption 那边，你们自己去看啦。下单之后呢，1到3天就可以到你的家，因为它是马来西亚本地发货。那如果像是新年啊，我们想要炸一点年饼来吃的话呢，其实你就可以买一台回去自己在家里面炸年饼。而且现在下单的话，恐逢新年之前或者是新年之间都可以到，然后还要是免邮的。大家记得一定要用我这个 link 去买，因为如果你是别的 link 的话，我不确定它能不能那么快送到货啦。而且哦，我发现它的插头啦是马来西亚插头，是三角的，所以你不用自己买那种转接头。那接下来情人节，各位男朋友还有女朋友，你们想煮一餐给对方吃的话呢，你们其实我觉得可以入手，因为真的很简单。我这样子都不失败的话。你们怎样可能会失败呢？对不对？怎样想可能都今天是失败定了。那你知道，哎，还可以啊。可以，这个鸡跟这个bacon是，唯独一个脏兮兮的，但是其实也是 OK 的。庆祝我成功 ！Yes， 情人节快乐！情人节快乐！好，就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了。如果喜欢这个影片呢，就分享出去，然后看很多很多次，然后记得 follow 可恩的 IG、Facebook 还有 YouTube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我讲得很顺哦，拜拜。可以不要开多少，很放水啊，暖暖的。其实吃是好吃的，问题是得怎么收拾。